下啦，所以哦，刚刚的城市是一段，那我们当然这样，我的习惯上，因为我要把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好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的习惯这样，我会把旧的先注解，注解是 Ctrl E 啦，Ctrl E 就是说哈，我要把这个范围的城市全部变注解，那我的习惯是记一个很简单的 Ctrl E 就是加上注解，那如果你要移除注解怎么做？一样是 Ctrl E。有没有？这方便的嘛？这个有点像那个这一段程式，我暂时先不要 run 它，那我就可以先 Ctrl E，前面都会是井字号。那如果你要取消，或者是你要跟其他结合，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刚刚是先写一段，然后再第二段，两个要结合，你总不能两个一起 run 嘛？所以先一个先不要 run，然后先 run 底下的。那底下的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可以得知哦，只要我后面的资料呢，只要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这个串列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把资料写到这个 Excel 里面的工作表里面了。好，它会是一笔记录，有没有？就是横向的，有点像一笔 record 嘛，哦。然后再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换下，反正一直跑完就 OK。然后最后 save 资料就进去了。而且我觉得它语法其实还蛮单纯的。OK，好，那所以我们把它二合为一哦。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，但是它需要是串列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需要先把刚刚做的事情哦，把它转成串列，有没有？那怎么样转成串列？反正最后看到结果一定要长这样就对了。我把它 printer 给各位看一下，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有没有？我把它 run 一下了，其实就是长，一个怎么样？这个就是一个串列，这是第二个串列。第三个串列，所以呢，我只要把 append 放在回圈里面，它就会先把第一笔 record 有没有？这个就一笔 record 哦，写到 Excel 的第一列。所以哦，你会发现中括弧跟那个 Excel 里面的那个横向的清单，是完全吻合的。所以哦，这个加到 Excel 啊，所以那到目前我是只有前十个啦。但未来如果你要练习是全部的话，那一样啊，把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 LEN。然后刮胡哈，里面就放算一下这个串列里面总数，总数的话应该是51吧哈，所以它应该51停下来，那就是0到50的一个范围。然后我们 print 的应该就是50个会员应该都会出现，对，50个会员。好，那假如说哈，我希望呢把这50个会员放到 Excel 的话，那第一件事就 OK 了哦，所以这个应该。刚刚写过了哦，所以开启先用 readlist 有没有？然后给它范围，范围的话就是从零到它的总数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后面一样是 list 一，先去掉尾巴的换行，然后用逗点分隔。这个 split 之后的话呢，它会得到 return 一个串列，所以我用一个 list 二去接它。那之后的话就把 list 二放到哪里呢？放到那个。这个 append 里面就好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阶段 OK 了。好，这个第一个哦，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再把这个跟这个结合在一起。啊，这个就有点难了。那怎么做哦？一样呢，把上面的注解解开，然后呢，该放上面的放上面，该放下面的放下面。所以变成说这两个哦，就是，变成要放在它刚刚程式的中间才对。那特别注意哦。这个哪一些放上面哦？上面这个是，产生一个 OpenPyXL 的模组啦，把它呼叫。里面呢会有一个子物件叫 Workbook，其实这个 Workbook 指的是工作簿啦，工作簿其实就指一些档案啦。OK，那所以我们指定给它一个档案之后呢，就会产生一个叫 WB 的物件。那再来下一层就是工作表，所以这个是指定第一个哦。Active 是指第一个的意思哦，OK，第一个哈、哦、当成是工作表，那所以产生一个工作表物件，工作簿工作表，那再来的话就 append，所以哦这个append，那我们其实 append 哦，我是觉得只要一个就好了，啊把它 delete 掉，然后请你把这两行哈、哦、搬到底下，那这个上面的其实啊。就是这三行放上面，那中间呢，你就夹一个什么？夹一个刚刚读取的部分。那最后的话呢，你就把什么？把这个续扯 append 哈，把它放到哪里？放到这边。哦，我是把它放到 print 的下
下面这一行哦，啊，记得一定要是在回圈里面哦。为什么一定要回圈？因为我们是跑一个历史二，等于是切一个资料出来之后，你就把它塞到那个就是序列里面哦。所以哦，记得把后面这个是一个串列嘛，那实际上呢，就是塞刚刚 print 出来的东西啦，哦，就是这些有没有？所以就是刚刚有秀出来这个一个把它塞到。所以哦，有没有这个东西嘛？哦，这个是第一个啦，所以它跑一次，它就会多一个，然后就把它塞到这边来，然后再换下一个，有没有？下一个就再塞下一个啊，所以它 append 会把它放在下一个，这样的话就 OK。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哦。所以这个地方关键的地方就是中括阿胡的地方，把它 delete 掉，换成什么呢？换成 list 2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把它存成什么叫 member 好了哈、哦、，OK member， OK 好，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，好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我大概改哪些地方呢？就是把这个上面的三行跟下面两行哦，把它加进来，那放的话就是放这个 list 2进来，它存一个档，哎，好像大概也就这样。程式好像没有多太多哎哈，好，乱看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往前跨进了一步了。OK， 哦，来试一下执行，哎，它没有 error message， 那表示应该没有坏消息啊，所以如果有错误讯息的话，那表示有错了。OK，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哦，根目底下有没有叫 member， 有 member。点 XLSX 哎呦，好，然后就是刚刚写入的 8K， 打开看看是不是我们要的，哎，没错，而且没有乱码，然后 Ctrl 向下一下，哎，也是50个会员 OK 好，所以哦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顺利的把资料哈、哦、给写进来了，而且也存成那个会员资料了哦，所以哦，将来哦，如果假设你有一个外部资料、哦、不管任何格式啊，只要它能够变成类似像 list 2的这种结构，就是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反正就是你 print 之后啦，假设有看到像这样的东西、哦、那表示你写进去应该就是对的、哦、你千万注意哦、啊、如果它输出假设是文字哦，像双引号前后，那绝对不行哦、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一个字串要怎么样变成串列呢？很简单嘛，我们刚刚其实主要是利用哪一个？利用这个方法，点有没有 split， 然后呢，可能它中间是逗点的机会比较大啊，但是有一些旧资料可能中间是放空白，也有可能啦、啊，哦，也有可能是放其他符号啦，反正不管，就是把它切开。然后变成一个串列，再 append 到那个什么了，哎，我们这个工作表里面就成功了，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好像，如果跟刚刚 pandas 比的话啦，我相信啦哈、哦，应该你们会比较倾向用这样的方式在写入档案吧，对，不然的话光那个 pandas 它的二维的串列哦，应该很多人就是投降了。对哦，一维串列就没有很清楚，更不要说二维哦。那当然了，未来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啦，你觉得很有趣啊，你其实你就可以再尝试看，因为二维串列这个也是必然的，因为将来的资料只会越来越复杂啦哦。OK， 因为用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复杂哦。好，所以第一个，请各位哈、哦、试试看哦，把刚刚的那个程式哦，把它稍微变化一下哦，然后。用刚刚的 member 哈，先把它写进来 ，OK 哈，写进来的就是全部的啦。那你说老师，那如果我要只要写十个会员呢？那十个很简单嘛，十个就是把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刚刚一样嘛，改11就好了嘛哈。然后再来，如果两个栏位一样嘛，你就，所以其实最终就是反正就是串列就对了，哦 ，OK， 其他你不要想太多哦，你也不要问说老师可以改成其他形态。但不行啊，因为这个又不是我定义的、哦、如果我写的话我可以改，但这个不是我写的，这个是人家第三方的那个作者写的、
哦，所以它已经定义好 append 的后面呢，一定就要串列，那你就给串列就成功了 ，OK 哈、哦。那当然哦，以后要控制 Excel， 不是只有写入而已啦，哦，还有什么读取嘛？不然的话你说那我只能写过去，可是我将来有 Excel 档案在那边呢、啊，那我还需要读进来资料啊，哦，可以双向的才有办法，哦，啊、另外的话最好可以哦。做一些简单的删除，也可以做一些修改，那就实际上就可以把它当真的资料库来用了，因为资料库用来用去不外乎就这些，好、哦、有没有新增删除，就是在读写了 IO 部分，然后再删除修改，大概这些基本功能会的话，其实就可以控制资料了，好、哦，好，那请各位先试试看、哦、把这个全部资料写到 Excel， 哦，这个试试看。那这一段程式哦，我看也干脆把它，这一段好像我云端上面放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我把它稍微改一下。